来人了，他那儿干嘛呢？摆了好多东西呀、我去瞧瞧是什么。哇，看起来好好吃的样子呀。他去厨房了，那这些东西我就偷偷的都吃掉。哎呀，可真好吃呀。回来了，我躲。你怎么没了？他没发现我。哎呀，什么呀？腿好长啊，还有个身子，就是没有脑袋。把他给吃了。哎呀呵。哎呀，都挤成酱了。哎，怎么有甜甜的味道？我去看看。原来是果酱糖啊，我也尝尝。吃饱了。来人了。怎么没了？没有发现我。这是什么呀？哇，好多的巧克力小蘑菇呀。他怎么吃了一个呀？不行，我也得拿一个。走喽，找个地方躲起来，慢慢享用。这里就可以，好大个蘑菇够我吃了。怎么回事啊？被发现了。我以后再也不敢偷吃了。你不要吞我。得了，又被吞进他的肚子里了。喂，放我出去，放我出去。哇，好多棒子呀，我去瞧瞧。还有这么多的颜色啊，拿走一个。原来是可以吃的呀。又拿走一把。一下吃了这么多，我得把剩下的吃掉。真饱。好好吃啊。我来了。怎么没了？被我吃光了呗。没有发现我。什么呀？吓我一跳，差点砸到我。还吃啊？喂，你少吃点儿，也给我留一口啊，听到没有？好，你吃吧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真好吃。棒棒糖。哇，好大呀。里面还有一个辣椒。我倒要变大了尝尝。大，舔上一口。喂。好辣好辣呀。来人了。他拿走去吃了。好辣呀。看把他辣的。你还笑。我还会再回来的。猴哥过来吃巧克力。来了。怎么回事？你这个这么大，我那个这么小。为什么？你小当然吃小的啦，大的你又吃不了。不行，我就要吃大的。去，你去那边吃小的去。去。大的吃着才痛快呢。哎呀，不行了，有点吃撑了。吃不了了吧？眼大肚子小。快别说了，都快撑爆我的肚子了。我得找个地方歇会儿去。快点上来，快点啊。坐好了，把安全带系上。这就对了。五一假期出门玩去喽。
还有很长一段路程呢，我先吃点东西。来个小糖果。开稳点，不着急，安全第一。来来来来，好开心啊，好开心，来来来来来。舒服，看着点，不要往下撞，不要冲掉我！哎呀呵，被冲到下水道了！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我得找个地儿钻出去。哎，就这儿吧。哎呀，这应该是出口了吧？哎呀，我爬出去。哎呀，这是哪儿？我又漏到洗手盆了。哎呀！出来玩了，什么味道呀？好像是从那儿冒出来的，我上去瞧瞧。好像还在里边，我钻进去看看。怎么穿不进去呀？你看着点啊，这里边还有个人呢，你大脚丫子直接就往里怼，快熏死我了，快放我出去。可算出来了，哇，你真臭。你这个脚可该洗洗了啊，真味儿，受不了了。他放了个什么呀？我过去瞅瞅。原来是个钟表呀，这样子还挺好看。什么响了？我赶紧跑啊！躲哪儿啊？这个，赶紧跑远点！吓死我了！那个东西怎么还会叫唤呢？我再看看。可算把它关掉了，真是吵死了，吵死了。你影响我休息，我赶紧往这儿再躺会儿吧，我。他拿着什么好吃的过去了？还上楼了，肯定有好吃的，我去看看。好高的楼梯呀，这可难不倒我。真累得慌啊，还有这么高呢，不行，我先歇一会儿。还咕噜下来了，别！幸好我身体够结实啊，不然都得给我摔散架了。这地儿可不能待了，我赶紧躲起来。哇，好多饼干呢！这有好吃的，他竟然玩手机，趁他不注意，我赶紧拿走一个。还在那玩呢。什么时候跑前面去了？竟敢偷吃我的东西！我还没吃呢。你等着，我还会回来的。